炎炎七月，在巍巍昆仑山下，陆军第77集团军某防空旅展开了新一年度的野外驻训。高原、高寒、风沙扑面，呵气成霜，茫茫大漠里，一场人与严峻自然条件的决战悄然展开。为了建立各作战单元之间有效的通讯网络，保障各级的通信联络，通信兵这个默默无闻的兵种，在高原高寒的极端条件下，开展了又一段搏斗风沙的铁血征程。男儿驰骋踏黄沙，大风千里荡无涯。有线通信，一种原始但高度可靠的通信手段。一名有线兵为了架设通讯网络，巡查通讯线路，保证通讯稳定，常常一天就要跑几十公里的路。在该旅的驻训场上，用以通讯的可靠线路长达上百公里。有宪兵战士们为了搭设这庞大的通信网络，常常要踏足危险区域，在极端的天气下埋设架设线路，以保证部队的正常运转。有宪兵正在快速架设线路，有宪班班长正在教战士们如何排除线路故障，快速协同排除线路故障。狂风展实力升起，隐形战场入千机，无线通信作为一种新型的通信手段，在现代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如果说对空侦察是千里眼，那么无线通信就是顺风耳。身为一名无线兵，应该具有十分娴熟的装备掌控能力，时刻绷紧的战斗之弦，以保证不放过任何决定战争胜负的隐形战机。大漠之中架设天线维修通信车辆，卫星架设不会霓裳换戎装。巍巍昆仑，赵金国在该旅的野外驻训场上还活跃着一群特殊的通信兵。总是有人说女兵不同男兵，高原训练不容易，可是倔脾气的他们偏要和男兵争着训练，各个科目都不落下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女儿亦有豪情志，跃马扬鞭笑峥嵘。这段线路就看我的了，快加把劲，别让男兵小瞧了我们。对待自动化信息化的装备，一丝不苟，漫漫黄沙，茫茫大漠，环境严酷的训练场就是明天生死存亡的战场。在现代的信息化战场上，身为决胜要点的通信兵们，只有苦练打仗技能，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，才能扼住胜负的命脉，保证部队打赢战争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作者王恩淼，郝俊，潘栋建，本期编审杨彪，本平台原创内容转载请联系授权。